祝开业五周年的大喜日子，新普京在新年之时为访客呈现精彩绝伦的倒数庆祝晚会，及高达180万港元的现金大奖，已打响头炮。新普京的倒数庆典晚会已经成为澳门迎接新年的必备节目，逾千市民游客聚集于此倒数狂欢，目不暇给的动画灯光秀燃亮了整座大楼，而且还有不可错过的免费演唱表演。今年的表演嘉宾是来自香港的艺人梁汉文、泳儿和郑希怡。其实我今次应该是第二次来新普京跟大家一起倒数，很开心，一来很多谢新普京继续邀请我，二来看到刚才在台上面，又看到台下面有很多很多人一起在台上面，澳门的朋友觉得大家都很热情，而且看到他在台下面都玩得很投入。很开心，因为我往年的倒数节目都是香港，今次可以在澳门，我会觉得更加兴奋，还有很热闹，还有这里非常之漂亮，尤其是在一个outdoor的环境倒数，我觉得是气氛会非常之好的。一出来因为我知道今天可能在外面很多朋友都未必是只是听广东歌的朋友，所以今天带了国语歌，跟着虽然不是我的歌，但是大家都会熟悉的。在澳门，每一年都有一个令人瞩目的超级幸运大抽奖活动。今年三位在大抽奖中获胜的幸运得奖者获邀出席本年度的主题比赛《王者擂台终极挑战赛》。新普京在赛前派发同等数量的比赛筹码，三位参赛选手可以在60分钟内自由选择百家乐、21点及轮盘进行投注。紧张刺激的比赛过后，赢得最多比赛筹码的得奖者独得超过100万元港币的现金奖，另外两位选手也分别获得了40万元港币的现金奖。龙年到来，新普京行大运，享受各种娱乐项目的缤纷乐趣，当然不可错过每年在新普京举行的超级幸运大抽奖和倒数庆祝活动。毕竟谁不想成为下一站在皇者擂台上傲视群雄的幸运儿呢？你哋好，咁啊，新嘅一年2012年啦，系一个龙年啦，希望大家可以龙马精神啦，生龙活虎，祝大家2012年咧个个都健康快乐，身体健康，行运一条龙，恭喜发财，恭喜恭喜！希望大家喺新嘅一年咧，个个都顺顺利利，身体健康，所有过去一年唔开心啊，所有唔顺利嘅嘢全部走晒，全部happy嘅嘢啊，顺利嘅嘢去晒你哋身边啦、啊！